问沈师兄练习八段锦第三式的好处。好久没有和大家聊聊八段锦了，今天我就接着讲讲练习八段锦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局的好处。八段锦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局，主要是以单局为基本动作的，通过动作的升降和呼吸的配合，达到对脾胃进行有效的调理。这个动作最大的好处就是调理和保养脾胃。脾胃决定消化吸收，整个消化系统功能不正常，容易导致身体很多问题的发生。通过这个动作可以增强肌肉弹性，调节身体内部气血阴阳，可以促进消化，调理肠胃，预防因消化不良而引发的各种身体问题。同时这个动作也可以提高身体的灵活性，能够增强身体的肌肉和关节的灵活度和平衡感，可以缓解身体的僵硬和不适，还可以改善内分泌和心理状态，有助于提高身体免疫力和自愈能力。通过练习可以增加体力，减少疲劳和压力。此外单局的动作还可以锻炼手臂、腰腹、腿等部位的肌肉，从而提高身体健康状况和美观度。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在练习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呼吸节奏和动作的平稳和流畅，不要用力过度和超出自己的身体能力。所以建议初学者依照自己的身体情况和个人意愿，逐渐地提高练习的难度和深度，从而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。跟着沈师兄每天打卡八段锦，健康快乐每一天。关注太极沈师兄，健康快乐每一天。